欢迎收看本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小金。李霄鹏还是山东鲁能主帅的时候，他曾对媒体表示，鲁能可能会捕到一条大鱼，指超级外援。但李指导没有等到鲁能，新的外援就离职了，如今已经成为武汉卓尔的新帅，而鲁能的大鱼如今也要来了。上赛季韩国 K 联赛 MVP 全北现代的中场，在社交媒体上告别队友，并宣布自己东窗加盟山东鲁能。孙准浩如此写道：你好，我是全北现代的孙准浩，新赛季我将转战中超，加盟山东鲁能。感谢全北现代伴我成长的三年时光，我随队获得了2018-2019、2020年的 K 联赛冠军和2020年的足协杯冠军，个人获得2020年 K 联赛 MVP， 并成功入选了韩国国家队。山东鲁能上赛季中超最终排名第五，但夺得了足协杯的冠军，球队可以参加2021赛季的亚冠联赛，因此鲁能引进亚外孙准浩对球队进行补强，这位韩国防守型中场可以给鲁能带来中场硬度，这有助于鲁能踢好新赛季的中超和亚冠比赛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。